duelen.大家好，这一期视频我们去 Dominican Republic 的 Punta Cana， 然后那个呢是我妈给我泡的泡菜，这个是正宗的四川红油泡菜，里面呢是泡菜和红油。由于这个泡菜呢符合量子力学，所以在装之前这个盒子就已经脏了，请观众朋友们不要大惊小怪。我们在网上听谣言说多米尼加共和国吃的不是很好，所以准备带一点这个泡菜和辣椒去。这个呢叫烧辣椒，这个辣椒非常烧。我们的航班由于风暴要 delay 一个小时，到酒店的时候餐厅马上就要都关了，怕没有东西吃，所以我们心里其实慌得一批。我们也可以看到 Punta Cana 汽车站，不对，机场的这个风扇非常的大，正在努力工作给机场供电。现在我们正在路过的是 Punta Cana 非常繁华的 downtown。可以看到 Punta Cana 真的经历非常严重的风暴，司机打开了雨刮器，
但是司机仍然在边开车边看他的 YouTube。这个地方的交规就是没有交规。由于我们买的是 Air Canada 旗下的廉价航空，如今哦。整个6个小时航班只有2杯水，所以到了酒店之后，我们一坨人在酒店晚上11点多疯狂的觅食。经过千辛万苦，在隔壁酒店找到一点吃的，非常的 wonderful。是不是觉得那个好喝？他要留个纪念。那不是喝吐了。哎呀，看一会儿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你们看到的是晚上12点的 Atlantic Ocean，非常的 wonderful。一点都不大。接上单。对吧？一会儿穿给大家。还得再演。我靠！真的不用演那个。来上。我都放弃了。Extra, extra puppy.